是闹着玩的吧？一座岛居然只值4300元，太便宜了！发兔带你看看世界上最便宜的三座岛屿。第三名，安德罗斯私人岛。怎么样，这座岛看上去是不是很美丽、很壮观呢？虽然面积有些小，只有13亩，但好处是岛上有2座豪华别墅，而且里面的设施也非常齐全。不过，发兔要告诉你们一个想不到的消息，这座岛售价仅需365万人民币。第二名，野生藤岛。这座岛屿位于中美洲沿岸，不得不说，这里风景真的很迷人，让人去了根本不想走。虽然没有人居住，但是岛屿天然优势比较好，地势平坦，适合盖房子，也能提供飞机的降落点，而它的售价仅需230万元人民币。第一名，格鲁纳尔岛。这座岛屿位于英国苏格兰西北部的不列颠岛海岸。由于在19世纪50年代，英国利用格鲁纳尔岛来进行生化武器的实验，虽说后来有专家证明可以居住，但还是没有人居住，而它的售价也很便宜，仅需4300元人民币。哎呦，这么便宜，发兔买了。